夏季养多肉是虫害的高发期，常见的蚜虫、蓟马、小黑飞、介壳虫等等，这个时候呢都会糟蹋我们的多肉，所以大家在这段时间养护多肉呢，一定要增加养护环境的通风，减少虫害的发生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发现害虫之后要及时给它处理。我们在家庭养多肉的话呢，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用这个杀虫水有剂，因为它无臭无味，随拿随喷，使用方便简单，不需要兑水，关键是家里面的所有花卉都可以用，它也不伤花芽也不伤花苞，家里面的兰花也好，蟹爪兰也好，长寿花也好，或者是比较容易招虫的一些花卉，我们都可以备上，发现哪里有虫就喷哪里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